跑了，你看尾巴一弹一弹的，跑的还挺快的。这玩意儿还能蹦吗？对呀，一弹，这尾巴一弹一弹的，跑得挺快的。它欢迎过客，欢迎。你看后面这节肉飞吧，这个大肉肉也大，你看，它就用下面这一节还会打洞呢，给你看看，这就是在打洞，一会儿就卧到沙里面藏起来了。它就用后面那节尾巴在水里面游啊打洞啊，就用底下那一块肉，你看越挖越深，跑可快了。它这个也开始了，这个小的也开始了，你看要下去了，屁股底下那节肉挖完了，一缩这个壳就进去了。放在这儿一会儿，它自己就爬藏起来了。你看，两个都藏起来了，要跑了都要。欢迎大家，咱没关注的，咱们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，每天都赶海直播的。欢迎直播间进来的哥哥姐姐们，要跑了，你看，马上就，它这个它能打洞，能打得很深啊，最深的呢有40-50厘米啊，所以说要用盐撒，直接你看。再不拿要跑下去了，直接挖的话，挖一个，好家伙，挖一个太费体力了，挖半天。藏起来了。